虎扑12月27日讯，根据 ESPN 记者的报道，消息人士透露，火箭后卫詹姆斯·哈登已经前往波特兰，他可以出战今天对阵开拓者的比赛。哈登在当地时间周五完成了为期四天的隔离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哈登被要求隔离至当地时间周五，并持续在新冠检测中呈阴性，才可以被批准重返比赛。哈登每缺席一场比赛将被罚款赛季薪水的1/72，约为 57.3 万美元。火箭对阵开拓者的比赛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进行。